他现在是要你行婚哦，对对，就是你找个形式婚姻，嗯，然后结婚要给别人看喽，对对。他实际上你爸没走出来，你爸进柜了，嗯，你出柜他入柜了，是嗯。If we're both not married by 22, could I be so bold and ask? 完成了。好，亲爱的各位道友啊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第四期行婚那点事的活动。好，15号，请问你为什么要行这样？主要是父母的原因啦，因为我跟我父亲是坦白了这个事情的。He never cried. I never seen him cry before. And later he called me that you should find a girl, find a less quickly, get married.我也拿我自己亲身说教，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出轨，但是我已经行过，对吧？你可以跟父母去聊一聊，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，是时间肯定要长开了。现在我妈已经能接受我不生小孩了，但是还是让你有一个下一代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样吗？直接的肯定是无效的，就是委婉的、间接的跟他提，不断的提，然后把他思想慢慢的沟通沟通，差不多中间经历了3年的一个时间，他现在慢慢已经能接受我喜欢女孩子。像我们，哎呦，人家都说你到现在你这人结婚了，到现在没有孩子，哎呦，好像人家都像背后说笑话一样的嘛。他这将来没有后代，谁来照顾他呀？还没人照顾他啊。我们老了，肯定是这人来照顾。你见过了，然后可能变了你考。女的应酬应该就是不在那个上了几岁就上瘾。嗯。给定要上了应该，给你也就不行了。嗯。比如说，你要出去约会，我要出去约会，那谁照顾小孩？你爸妈照顾小孩。